这个中秋节我在印尼，也过中秋节、春节，我们都过。这个也是第一次我那个做那个月饼。月饼的话，我们经常吃，但是没有性质，就是下手去做。哦，这第一次就感觉很有意思。 Indonesian person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too, we can involve and do the dance together and also try to play the instrument, the Chinese instrument. It's very impressive for me. Before,在网上互动，今天我们相当于是网友见面，然后在线下见面。 刚才我们一同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跟我的搭档都有一种同样的心情，就是很快的去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，融入到我们公司这种企业文化当中，我觉得非常愉快。